每一波打起来都有他呀。他感觉是峡谷的这个保安，哎，对吧？拿着大棒在主持公道，10棒上岗。是正面想抢火龙没有抢到，保持宇宙之辉落下来，暂时碰到了2个人的无敌。但这一波老干爹不虚，上面要硬开，正面打出一个金身，自己也交了原地一个金身。看一下后面一个宝石的炫光 ，Yuki 正在最前方，他现在是没有霞，但是一技能在后方可以再屠戮掉，配合了一个巨魔的伤害拿掉人头。但是这时候 Ikon 在后方也是偷掉的人，自己现在没有办法全身而退。Kramer 还存活，而且 Umi 还可以持续的加速，让 Yuki 也可以追击。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，那你有必要吗？这时候猫咪一个大招下车，继续来维持他的大招的段数。这里要反打了，回到刚刚，刚刚血量也太低了吧！闪现过去锤，带着闪现锤一下，这里刚刚怎么还有血？我的天啊！猫咪下车点出护盾，再上车。巨魔只能用柱子稍微扛一扛，这高地塔感觉要被磨没有了。 超博拿下了下路的高地塔，后面有个苍红绕背了，大绕背，究极大绕后。我们看这波苍红跟洛的配合能怎么样？先偷了一下大头大，这波有机会吗？只要大龙肯，龙这边有一个水银，但还是被秒了，他实在太脆了。但是这边的话，洛弹了一下对方的笨，笨这边应该也要倒了。看一下洛这里还有机会吗？看几个金身还不错，36这边有机会，闪现给一个大招，升级 Q 你的减速到，这波应该有机会打成一个。 0换4，带着这边被附近扑到，没办法了，想换一个，能换掉吗？大家金身能够反换一个吧？对的，差一丝血换不掉。21分钟的时间点算是 on time 的 rush 大龙，看一下 ONG 的3个人有没有办法阻止。一阵热现在远处拉了一个大招，打到的是 Yuki， 但是 Yuki 还可以继续给队伍一个护盾。而遗憾的是在龙坑上面在找机会有没有进入去抢，这一手就看遗憾的了。正面 Curse 也还在尽力的贡献输出，大龙也还在输出，但是老干爹想要先歼灭掉正面的人员。正面的 Curse 是已经倒下了，但大龙的血量也降得比较危机。Crystal 疯狂的 poke， 这时候找到一个机会把 Kramer 给偷掉。正面找到了一个猪妹的关系，猪妹下来，大龙血量1000多点，这时候大龙的话会被 ONG 给抢掉啊！ Oh my god！ 阿拉布先一个斧子把土龙给叫醒，然后逼出了 Mark W 技能跳墙。这么一来的话，应该是超波控制打了个时间差，3000血、2000血，掉的太快了，来不及了。完了，闪现下去一抢抢到了，这波小分抢到了，那我觉得他们可以撤了。这波还要打吗？但这波打的很不错，才到3个人，但是问题是后续的人跟不太上啊。这边传来有一个连招，连一下 gala， 差一丝血，小周杰的闪现，一个一技能碰到了4个人。 哇！要带着这个一技能直接炸穿了